大家好，这里是 WeLife 公司我是 Ben 非常欢迎大家再次加入到我们每个星期同一时间举行的这个 WeLife 的空中课堂中文版。那我们还有英文版也是在同样。那我们现在就准备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空中课堂。那么如果您对我们的产品的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，你也可以。留在，你也可以在屏幕的下方进行留言，你也可以在线下来问我们，我们可以能够及时的把你所反馈的问题及时的告诉你，并且如果有些问题无法能够现场及时回答的话呢，我们也将会通过这个线下问医生的方式来进行问答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也有幸请来了 Dr. Boken，他将会在15分钟以后呢，会跟我来到我们现场，然后跟我们进行互动。那当然，你如果使用我们的产品之后，想要分享在 WeLife 社区的话呢，也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。我们你也可以通过短信、文字、视频、照片等不同的方式来提交。那我们每个月呢，会对您所提交的这些投稿呢，将会做编辑、美工，这样的话，在 WeLife 的社区跟大家一同分享。那6月份呢，我们也收到了很多的提交，我们也正在处理他们的这个提交，最终将会在这个 WeLife 的微信公众号上向大家进行公布。好，那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。第一位嘉宾就是我们的郭师傅，他是气功大师。他在使用了我们的产品数月之后的话呢，今天也想先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，跟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他对产品的使用功效方面的体验。我们请郭师傅，Mr. 郭，好，你好，大家，你好，好久不见。大家好，好，你很好。久没见到大家了。那今天我就先打先锋了，都这背景还没到。我发觉就是我们这些产品，除了外用跟内服以外，很多这个客户他反映，他说用了几个月都没有效。我觉得有一些方法不是对的。或者呢，我建议他们可以配合这个按摩。怎么叫做按摩呢？比方说，你用这个 SG，用这个 SG，OK。那么每天我建议你按几个穴位，按这三个穴位，大家看到吗？第一个合谷，第二个内关，第三个足三里。大家知道这个穴位在哪里吗？合谷就在这里了，知道吗？每天按5分钟，你看电视的时候，那就按5分钟。按完右手就按左边，明白吗？这有点力道，有点酸痛的感觉。就叫做合谷，这个穴位呢，它可以帮助你提神，包括糖尿病、睡眠、腰酸背痛，有很大的帮助。这个就叫做合谷了。第二个穴位就是内关，三个手指头再下去这个地方，这个内关，就内关这个穴位也这样按，按大概3、5分钟，按完右边后呢，要按左边的，OK，这就是内关，这个内关对你睡眠、精神压力还有这腰酸背都有帮助的我平常我一看电视就按合谷内关。还有一个足三里，大家知道足三里吗？记得你们可以上网看足三里，就在我们的小腿、膝盖下面，这个手指头下面这个穴位，也是这样按，就按右边，按完后就按左边，早晚各按2次，就每天，哪怕你忘记用这个 SG 的话呢，我建议你。最好按，让它气血通，好吧？那么我们要想一个理论，首先我们要想一下
人，我们人为什么会生病？啊，人生病的原因大概有六方，一个是病从口入，第二个大家知道病从口入乱吃东西，然后啊食物中毒，心情是病，这就所谓的七情六欲，忧郁、躁郁，一点点讲不开，脚气、发脾气，这些这就是心情是病。第三个意外受伤，什么叫意外受伤？发生车祸、跌倒啊，被人打，这些都叫意外受伤。第四个川崎病，怎么叫川崎病呢？就是用化学药物啊，你喷一下杀虫粉啊、清洁剂啊，这个鼻子闻太多了啊。最近因为这个冠状肺炎，大家用了很多酒精啊、杀虫剂啊、清洁，由于这个肺鼻孔积太多，得到这种病了。第五个第三类病，什么叫第三类病呢？就是中医西医医不好的，验血验尿，这个病人肾里藏，可是他病，他真的不舒服，中西就不知道这个叫什么病，他说哦，他有这个 mental problem， 他没有 mental problem， 没有精神病，就这种病我们要第三类病，比方说因果病，这个邪灵附体啊、鬼上身啊、邪灵啊，我们就讲邪灵附体就好了。啊，这个就是中西没办法医了。最后一个病，风水病。啊、风水病就因为家里的风水摆错了引起的病，这个中西没办法医了，要找风水师来处理。比方说你的房子，楼下是厨房，楼上主人房，那这个主人住在楼上，楼下就厨房。迟早会得到心脏病或者脑中风，因为火烧天门，这就是所谓的风水病。OK， 那么大家知道人会生病，就因为是六大引起的。有一种特别的，平常呢，他很健康，他用 HGH 吃中药、吃维他命、运动，可是他还就有病。这种病主要就在第二个心情。为什么？当一个人有压力的时候，他身体会产生很多这个我们叫做自由基、英文叫 free radical。 什么叫自由基呢？它是一个分子，它在、这个就是自由基的图。当我们有压力的时候，或者人体在的新陈代谢的过程中，它就会产生这个自由基。那这个自由基呢，每一天有一万，大家听清楚，一万哦，就美国遗传纯洁的遗传科学家说出来，一万去攻入我们的身体，我们毫无感觉，一万次。那当然，我们身体它有一种恢复细胞的能力，但是有限的。好、为什么有人要吃维他命，用 HGH、吃一些补品来抗氧化？你看啊，这游离基，当它的分子电子切了越，它在这个新陈代谢的过程中，这个电子就是一个好像跳舞，你有舞伴这样，它怎么办呢？它就抢我们的细胞，抢细胞的分子，把它抢过来，让它稳定，那糟糕了，我们人体这个细胞呢就破裂了，那如何修补？很难呢，要靠药物不可能，那怎么办？有，我们可以靠我们的 HGH， 那 HGH 往往就不够了。我刚才说过，人的七情六欲、压力、忧郁症，这个往往有时候不够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补充内服的
叫做青春益，大家知道哈，要青春一天一包，早晚各一包也可以啊。为什么？我们要接触这个细胞破裂啊，当要细胞，你要你的细胞完整的话呢，你需要内服啊，还有外用，外用，这个外用，那平常还要配合水分要喝多一点，还要运动。所谓的运动，就在家里啊，唱歌啊，跳跳舞啊，拍拍打啊，这个也是要运动。因为现在疫情嘛，外面要戴口罩又不方便，怕被传染。那在家走走啊，唱唱歌啊，跳跳啊，跳蹦蹦跳，这个也是要运动，但一定要喝水，水分要喝多一点，让它这个代谢排得好一点。有一点要注意的，就叫乐观啊，人不乐观不行的。OK， 那么接下来就另外一个产品，我们叫 PM 啊，这个老的，这个老新的就不就有这种包装。这个我很推荐这个 PM， 有时候你用这个 SGS 睡眠还是不能够取血的话，怎么办呢？我建议下午哈。这个不要早上用，早上用就好像要打瞌睡，黄昏后下午用，它会睡眠很好。OK， 那么跟这个 AM 是相反的，不要掉错 AM 就提神的，你心情不好要开车要坐很长的路程，你可以用 AM 啊，那 AMPM。你用一段时期的时候，比方说用了三个月，用了三个月了哈，你就可以停两个礼拜啊。那么你要这样看看这个 PM， 那、啊、它不但让我们的脑神经跟睡眠减轻这个压力 ，OK， 对一些比如说用脑过度啊，那呢？记忆力差了啊，就是说很多事情要记不起来啊，我就现在用这个 PM 让你睡眠好，让你的脑电波得到休息啊。那接下来我们要讲为什么我们这个产品要交叉惯用，你用 SGS OK， 然后可以配合AMPM 青春力 OK。 那么我再讲一个细胞的理念、啊、就是说平常这么多产品、啊、大家看到这个图了、啊、合谷内观足三里 OK， 大家看到了吗、啊、当你用这个产品当你感觉无效的时候呢 OK，你就按摩这个穴位合谷内关足三里，每一侧按最好五分钟，在你看电视的时候 OK、啊、也当然也就饭后各半个一小时的时候、啊、内关足三里、啊、就这样早晚各一侧，配合这个多喝水，那效果就很好。我发觉很多我的朋友客户病人啊，他说、哎、国师傅用了用了，后来说哎呀你配合这个按摩吧，哎呀一个礼拜他就告诉、哎、配合按摩以后哇事半功倍 OK。 那希望大家呢可以吸收啊。那现在这就是青春力了。我刚刚讲我们人体用是由吸每一天一万次进入我们的身体，我们毫无感觉。那么你单单这个 SGS 有些就不够，它的确让你人体唤醒我们人体，刺激我们的脑细胞啊，这个脑血体分泌荷尔蒙。那么有些细胞就破裂了，怎么办呢？当药物补药就不行了。
因为我们年龄大，要靠这个生命力、青春生命力啊，这个呢，它可以补通。因为它，你看大家有看到，它有三十一种这个成分，其中最特别的这个白藜芦醇有98%。这个白藜芦醇它是一个相当神奇的这种草药之一，啊，它不但对皮肤润肤、美白、通血管，或者对我们这些手脚的冰冷，啊，还有一些这个免疫系统啊，你容易感冒，啊，容易感冒啊，或疲劳过度啊，啊，这个白藜芦醇呢，就相当神奇的这种草本植物。那你再看呢，里面有西兰花、洋葱、蓝莓、接骨木啊，接骨木这个就相当特别。我们中医就很推荐这种接骨木，它的抗氧化、抗流感啊，尤其是对抗癌，所以就我们这个青春力啊，癌症病人就可以用。这个癌症病人不能用 ，HF 都不可以用了。那这个青春益哦，癌症病人可以用，啊，分量要多一点，早晚哦，可以早两包，晚上两包。那平常就多喝水，运动，心情要乐观，啊，明白吗？乐观，不要发脾气啊，或者去七情六欲会，啊，再看一下，这个青春有没有？更特别的一个红景天，是西藏的这个很出名的西藏的啊，他们的这个几乎是国宝的啊，西藏的就很出名，高山上，所以他们呢，你缺氧啊，他们一般西藏的有病的话，都是用红景天当茶炖汤来喝的。那红景天呢，再配合这31种草药的话，本草。啊，要我们这个青春力呢，这个抗这个自由基，让我们的细胞呢，啊，你看呢，啊，这个细胞就不会破裂，这个，细胞永远都看。那我们再想一下，很多人说，这仪器细胞它有它的频率波，怎么叫细胞的频率波呢？当一个细胞破裂的时候 ，OK。你这个人呢，就会感觉沉痛、疲劳，或有时候是验血验尿验不来，有时候要你验头发、验你的骨头的密度，那个要多方啊，包括荷尔蒙的化验，那个就费用蛮高的。那一般呢，我们这个搞气功，我们知道一个原理，气功的理论跟能量频率波。比方说一个细胞，正常的细胞就应该在-70 mV， 就是正常的细胞 ，OK， 就是说你这个细胞正常，你个人就没有病的，很健康。那么当细胞下降到-50 mV 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能。你就会感觉，哎，这个细胞好像，哎，你是就会感觉，慢慢感觉沉痛啊，莫名其妙的，为什么吃止痛药都不好呢 ？OK， 那这个时候，你就要赶快吃这个青春益，啊，查这个 HF， 内服外用 ，OK， 好，再来讲吧，当细胞。的这个电压频率波里面的电压低于-50 mV 的时候呢，哇，那个时候就开始浮肿了。比方说到30摄氏发炎，啊，开始缺血，又下降到-15 mV 的时候，这个细胞糟糕了，就肿瘤产生了肿瘤。啊，老外叫 tumor 肿瘤，这个时候你还可以用 HF 啊 ，Dr. Rudy， 你有肿瘤可以用 HF， 癌症就不可以用 HF 的 ，OK， 起码要过5年后
当这青春率就可以用了。OK， 再看了，当这个细胞到零了，零就细胞死亡，那就叫癌症。这正常的细胞频率波的电压，你的负70个 mV 是正常年轻人了啊。所以呢，大家就今天讲一个细胞的理论。那么我就说，我们的产品 HN 啊，青春液 AM PM， 还有一个免疫宝啊。当这个免疫宝啊，在这个感冒时期啊，就是每天可以早晚的大家交叉。假设你早上吃青春液，没有什么大病，晚上你就吃免疫宝，或者早上你免疫宝，晚上也是青春，除非说病情需要。当然你可以早上免疫宝一颗，晚上免疫宝一颗啊，一包青春液，晚上也就一包烟。但是这个 HGN 也是照常差。那么做到这个 HGN， 我介绍我这方面的用法。怎么叫做用法？我把我们人体分成三个部分啊。第一个就是头部到胸部是上部。OK， 你有甲状腺的，有颈椎的。OK， 睡眠不好，这样当然查除了查面，还会查这个意见。OK， 胸部就是我们站起来两个肘的。两个肘腕、肘背跟肚皮，这个就叫胸部了。啊，这样查的话，对这个能量，对这个你看了、啊、这幅图的七个能量，七个轮，大家看看我这一张，你看看我这一张，我这七个轮，我这个七个曾经在香港，他们用这个仪器来测我。啊，我的人体场这七个轮啊，相当标准，相当高，蓝跟红的全部标到上到最高，就零到一百，啊，这就是所谓的健康啊。我本身你问我，我没有什么病，啊，我睡眠也很少，我没有什么病。那么今天我就跟大家讲到这里。好，谢谢郭师傅啊，刚才很详细的把我们的这个产品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啊，非常谢谢你的这个仔细的介绍。